Hello，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又要去伦敦玩了，因为我终于把我的 essay 全部做完了，所以今天打算去伦敦和朋友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今天你们就和我一起去伦敦吧。1个小时的火车终于到达伦敦啦！好开心啊，好久没来伦敦了。我们从 London King Cross and Pancras 坐 Northern Line 去到 London Bridge。我们来到 London Bridge 站是因为我们要去 Borough Market。一从地铁站走出来，走个1分钟就到 Borough Market 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Borough Market， 然后我们现在在 LB Fish 这里排队买我们的那个 wrap， 然后因为我是上网看的，很多人说这边好吃，然后我们就买来试试看。我们终于买到了 ，That's it。我们买的 wrap 是鱼和虾加在一起的，超好吃的。Yeah, the sweet chili is nice。那个虾超级新鲜。我们就随便逛逛，准备找第二摊。这间店是我看网上很多人推荐的，是吃 coconut pancake 这样子的，是泰国人做的。Thank you。热热的椰子 pancake 真的超好吃，味道也蛮浓的。来到第三家了，这里的 Scotch Egg 很出名，可是我们买了它的 Sweet Potatoes。今天是星期五，所以好多人啊，好拥挤啊。现在来到 Borough Market 必喝的咖啡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喝，因为全部都是现磨现做的。他们都是喝热的 flat white， 因为他们说很好喝，可是我和朋友点了冰的，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热了。比我平常喝的咖啡苦了一点。有来 Borough Market 的朋友可以进来试试，他们还有一些小小的点心。来到不知第几摊了，现在我们又要来买 donuts 了。One praline. One praline. With the chocolate filling. 看起来都好好吃哦，我买了一个 custard filling 的。我们坐在路边吃，吃吃下有车经过，好危险哦。这间店本来我们也想试，可是我们太饱了，吃不下了，是吃面包 cheese 的。坐 Underground 从 London Bridge 去 Leicester Square 去唐人街。
了我熟悉的地方。第一站去买面包。刚刚我去买了一个面包，那个面包店本来我买一个那菠萝包的，里面是装叉烧的，可是他们说卖完了，所以我现在去另外一家买。这间是我每次来伦敦唐人街必来买的面包店，我超爱吃面包的，好想把全部面包都买回家。大家，现在我们要去吃马卡龙冰淇淋，是我上次的伦敦如果有去过的地方，因为我问我朋友要去那个妈妈生那个冰淇淋店还是这个永金，他比较想要吃马卡龙冰淇淋，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啦，今天一整天都在吃。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找到了这里，又来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冰淇淋闲聊时间。现在我们要准备去看戏的路上，我们现在订了5点的电影，是看 Adventures。我又回到上次我看一吻定情的戏院。Let's go 看戏啦！戏院在楼上。Yes, people. Sold out inside. But I don't know where, if the boss. No, I think we go in and then. Yeah. Sold out. Can you see? I really see. It's quite dark, like.那个电影了，超好看的。然后现在天都黑了，我们现在准备买我们的晚餐，然后就回家了。我们来到蒙嘎买炸鸡和蒸奶。这是我第一次来蒙嘎，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好期待哦。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是时候说拜拜了。如果刚刚在唐人街买了炸鸡，还有他送了我鸡腿，我们都不知道他会送我们鸡腿，因为我只买蒸奶和那个鸡排，然后他就送我们那个鸡腿，太好了。然后应该会很好吃吧，我到时吃了告诉你们好不好吃。然后这个影片就会在这里结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一整天的伦敦一日游，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Hello, Murray. Is Murray awake or is he gone to sleep? Yeah, I might give her a call.Thank you.
现在终于知道我的双下巴是怎么来的，就是管不住嘴啊。